今天下大雨，我跟大熊在这片山里面挖笋。这里发现两根笋哈。两条，捞两根了。这家伙总是呢，下。啊，这根笋都出土了哈，都变颜色了。这里还有一根呢、哦。应该这里面又长竹笋了，你起个肉，哎呀，松松的哈，好，一根笋丝出来了，哎呀，两根还挖烂了一根了、啊，一根竹边上挖的多少？六根笋了、啊，挖烂了一根。又挖出来一根了，小小的。啊，今天一进山，在这根一根竹边上就挖了这七根笋。我是东哥啊，在这地方又发现一根笋了，一根大货。好，我把这边挖开哈，看看这根是不是笋，是哦，都露出来了，这么大的，起来，啊，这么大的，哇，这根笋很大，这根笋三四斤了，啊，在这边又发现一根笋了。啊，这里又发现一根笋了。好，这根竹子很大啊，山里的竹王啊。啊，这里被我发现一根笋了。好了，啊，下大雨了，挖不到了，要回家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文哥。最近天天都下雨，今天雨终于停了。我们到这边大年竹林来看一下有没有笋。在这个地方挖了一根这么小的笋，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这么大的裂缝，倒着长的。
斤左右。在这倒掉的竹线里找来一根丝。这个边上又长一根。还挺大，这个是。裂缝大不大？这个还可以有一斤多。在这个挖的跟菜地一样的地方发现两根笋根，我们把它挖开看，这个笋大不大？笋在这个地方，笋尾巴，这个笋长得太狡猾了，又是翘起来，屁股翘起来长的。这个笋还不错吧，这么大。你看，在这个地方发现有一个大裂缝，这个下雨天的笋太难找了。在这个地方出来了，这么大，又断了。在这个地方发现一根绳，哇，还可以有半斤。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根笋，你看挖到一颗这么大的笋，要死了，黑的，你看，这种笋就是冬笋。这个笋大不大？五斤多，黑了，要死的笋。在这个地方又发现一根笋了。这么大，下过雨的笋裂缝也看不到，真的很难挖，挖来下午才挖这么几根笋。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下大雨了，回家了。